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tw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生的爱情会无人听。阿边英雄，阿边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出席朋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我董树林定请的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来咱赶紧来看。所以，艺文吼，文教，吼。算讲这个新闻啊，其实跟政治拢有关系。来，被批是政治笨手，区个要过高级刀的，伊在讲吼，要让高级刀的吼赔到破产啊！那拄到这个区个，区个个会算哪呢？这个算讲哦，真养狗哩，吼、哦。来，咱来看内容，就是新台客社会中心台北报道。顶个月21日，北捷发生着电车压倒随机杀人的这个事件。那么前立法委员啊，柯家伊就伫咧讲。伊讲吼，这个事件就是发生甲社会的这个纵容啦。譬如讲太阳花学运，造成甲反社会情绪有关系。事后作家高基德伫咧家己的这个面书，就痛骂，讲吼，这种的时候，
讲这种的啊，笨社会啊，领会伊的这个政治垃圾，这个笨社会啦，吼、哦。却会顺因我到这枯叶不满，吼、哦、收起，个割啦，吼、哦。那么今日十八，吼、哦，十八日台北地方法院首度开庭，枯叶吼气甲会顺啊呛。要将高级刀吼，伊吼会使讲吼，加读一寡书啦，甚至会顺来讲阿公会顺来要告，甲会顺来那高级刀吼赔甲破产。那么，伫这台南的这个事件发生了后，引发到这个社会大众关注，却热烈的这个讨论，前立委。区家伫个民事提起的时阵呢，认为讲这个代志发生甲太阳花学运有关系啦，并且伊伫个讲吼，这是社会纵容学运伊的这个效果。到期到看了后回呛，伊讲哦，这是浪费伊的这个政治本事，却引发到这个区家不满，认为讲是。高基德已经个性公然侮辱，啊，甲个孙阿娘加担诽谤，吼，气甲个孙阿娘都提起告诉。今日十八日早起，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，区爷表示，家己伫个面书讲这个，讲甲破汤的这个理论，那这个破汤的理论，我都唔知这个什么意思。甚至的孙阿娘还佫反问：“这关到底到什么代志安尼呐？”区爷还佫将到这个到底到叫伊讲吼：“你加读一寡书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若是要想要针对伊吼，就爱注意，卖的孙阿娘跨越到这个法律伊的这个红线啦。”对这个高级刀就回应了啦，想叫我加读一寡书，我拢会读啦，因为吼我本来就爱读书啊啦。伊伫个十七日，伫个面书写这个要互区爷吼付出的孙阿娘，这个乱说的这个代志啦，哦，伊告诉嘛，吼、哦。遐个孙阿娘到祈祷，伊讲要哭个吼，付出的孙阿乱过的这个代价安尼就对啦。那么这是有关哭个甲到祈祷，即马已经正常发言啦。所以我定定伫个讲，亲像这个到祈祷，你甲看，啊，伊安尼好好啊，伊这敢是算导演的款啊？吼、哦，我。无解清楚，但是导演的款吼，啊，还有敢那写一寡，唔知什么款主的款啊，我即马再过甲注意看卖吼、哦，因为阿红吼、哦、对进程这吼拢无讲解了解哩，啊慢慢吼、哦，啊来进入这个状况安尼啦，所以我感觉这个高级刀吼，人就是安尼，即马社会吼，介侪吼，敢那阮较早时代人咧讲爱红。爱红就是爱出风头，即马社会吼、哦，即种人比比皆是。安怎讲？阿红认为讲教育失败，有一寡社会较早好诶，无展现出来，拢展现一寡歹出来。所以你即马做这个干嘛？甚至你甲看，有诶怨叹讲，哎呦，啊，我诶孙啊，第一红台，第一红挂。啊，拢无人要救我，嗯，啊，当然咧，就啥物救你？即卖教育就是安怎，自扫门前清啦，管起他人的啥，遐上爽啊，哎，遐上爽啊，对不对啦？较早无共啊，较早咧教育就是安，咱人爱做好心，吼、哦，较早教拢安尼，看到安怎就赶紧去共关心，啊，即卖有法度无？无法度。现在你要去甲关心，反正讲就是你啦。嗯，啊，无你那遐好心嘛，
啊，要来甲抱，要来甲迄款呢？即马教育就变安尼生啊，较早无啦，较早社会真单纯，人阿来甲你创啊，伊做好心，拢安尼生想法，即马无共啊啦，即马教育无共，所以我定定咧讲教育会失败，造成甲社会乱七八糟安尼，连个过来，连个过去。较早拢嘛讲安怎啊？性是属性啦，对不对？咱咧做天咧看啦，伊今日安尼吼，甲咱冤枉吼，无要紧啦。吼、哦，咱吸口气吞落去，咱目睭甲看，吼、哦，看伊以后伊是毋是有好买无？较早拢会安尼先讲，即嘛无啦，卡袂着来啦，你告我，我告你啦，安尼。好啦，咱讲到遮就好啦。其他下次会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时间，拜拜。